孙子在地铁上欺负爷爷奶奶，引乘客不满。网友的点评有点意外。岛屿大家好，隔辈亲的现象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了。爷爷奶奶对于自己的孙辈可以说是关爱有加，把孩子当作是小公主、小王子一样宠着。不过爷爷奶奶的宠爱也导致了一些很严重的后果，那就是孩子变得嚣张跋扈了。前一段时间就在地铁上发生让人非常气愤的一幕，孙子竟公然欺负爷爷奶奶，引乘客不满。但是网友的点评却有点意外，经过一番试探之后，孙子感觉爷爷奶奶好像没有底线，自己可以任性施为，于是孙子的胆子就更大了，有点小可爱能让孩子站在座位上，想必这爷爷奶奶的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，养出来的孩子自然也就这个样吧。